Hello，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游戏时光机，我是时光主编玉。那没错，我们回到刺客教条枭雄的世界啦。上次其实我们有点意外的完成了刺杀露西的主线，所以其实真的蛮意外，因为我一切以为只是我去调查一下钥匙什么之类的，就这样子直接找到他，原来如此。那就这样子，所以目前呢，我们是把神器，就是圣果布的钥匙，原来只是把钥匙给带走了。那雅克也利用这个机会，终于我们把华南客区整个统治下来了。那这边，哎呦，还剩好多、哦，收集点什么的还剩好多、哦。我们今天解解这个吧。尘嚣之上，马克思以及哦，两个马克思的，那这个要先吧，这个是五级，我们先解这个吧。没有马车，因为其实大革命，不是大革命啊，其实这一代枭雄玩的其实有一点是玩那个叫什么，玩帮派的，就是你要怎么运用你的小弟，但是我实在不太习惯这样子玩，嘿，所以我还是很认命的玩潜行流。可能我要哪天。还是比较适合玩那种单人的潜行流啊。工厂滥用劳动力的证据。The number of people injured by their machinery cannot be calculated, and yet the company continues to prosper. They must be stopped for the sake of the poor workers they abuse. If only we had some form of proof. There must be records of the accident somewhere inside. It would surely prove their malfeasance.I should think you'd need to find the foreman. But how you convince him to give you the reports? Perhaps if they think the factory's on fire, you might bluff your way past. 知道事故啊。所以我也不能随便走进来耶。可是这些人又不应该死，所以我不应该杀他们啊。他们只是一般雇员，所以我不应该击杀他们，对不对？对不起，是我不应该进来，对不起。
讶，烟尘这么重，你们还能精准抓到我走进来。是，对不起，我离开，我离开，不要抓我，不要抓我，离开，我离开，是是是，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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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对不起，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对不起，对不起。这是到人家工厂里面放火啊，不可取。这真的是到人家工厂里面放火，操，最过分的那种。哇，这个竟然在这么里面呢、欸！嗨，你好。哇，他在最里面呢、欸。看一下后面有没有路可以进去，还是只能从正面、欸？真的只能从正面。啊！这个是警部的人。这个好难进去哦，它在最下面，这好难进去，而且最里面。这群人有够厉害的，烟雾大成这样，你们都又吃杀手位，好哦，我想着不要杀人，就守卫是可以吃杀的，好、哦，赶快跑出去吧，没有注意到要吃杀手位，想尽可能不要杀人的说。劫持消防车，这么远啊！哎，那个消防车在赶来的路上，是不是？到底有几台啊？
到底有几台消防车？为什么标志标了这么多台，而且这台感觉越来越远哎、欸？我是不是追错台啦、啊？好像是呢，我好像追错台消防车了呢。兄弟，不好意思，你的车借我一下。我总觉得我追错台车了，没关系啊，都是消防车可以。反正没有型号问题嘛，这么跨辖区管理没问题的，救人要紧 ，OK， Go Go， 接过接过，超莫名其妙的啦，走错台，能不能敲钟啊？当当当当当，失火了。有点重，有点重，车不太好控制。在前面，前面，快到了，快到了。哎，挡路中间。哎！什么鬼？什么鬼？不是，为什么我失败了？发生什么鬼？我按错是不是？我那个不小心撞死平民，引起了警察的注意啊！太尴尬了。Safe? Are you daft? What about the reports? Your masters won't be happy if their accounts go up in smoke. Mother of God, you're right. Follow me quickly.啊，什么？没有，我不是小偷，我是刺客。二话不说，转怪直接捅你一刀就好了。空中刺杀守卫，哎、欸，我真的没有注意到我要空中刺杀，哎，可惜。来吧，我们把环这一区的直线都处理掉。收集品的部分，我关台之后再慢慢找了。开台就让大家看一点有剧情的东西。哎呦，两个人关系匪浅哦。这就是那时候的伦敦啊，难怪被称之为雾都。工厂林立，到处都是烧煤出来的黑烟。哎，奇怪。哎。
怎么没有？奇怪，刚明有显示一瞬间信仰之钥。枭雄这一带信仰之钥的位置好像不是很明显。没有，你们什么都没看到，没事。爆炸性的结局。I'll hide inside it. You're going home. Home. 听话，朋友。接下来不是你该插手的事了。These ones get to live, at least until they drive me to this factory. Can't see you over there. 就这样随随便便让我进车子里面，森田骑士到底有没有问题啊？这个人，等一下不要进来吧。哦，那他进来我就直接在里面把他杀了。Wait， 哦，好晃好晃。啊，这对白没有中文。到了。消化甘油杀死五位圣殿骑士。I'm sorry, but my need is greater than you know. 哎。哎、消化。哎，这么讲，我这次应该拼命开枪没有问题吧？哎嘿，嘣！嗨。
这不行，可恶！我想我可以把它丢进，走进去，然后把这个东西带进去的，就不行。好吧，我这问带进去吗？我靠！还没死哎、欸！这么硬，哇，在视线之外哦。可哎、欸，所以到底在哪里？哎、欸，是这里哦，一直搞错哎。这个嘞，先去处理外面那一个，上面那个最简单。
上面那个我已经把人清掉了。哎，等一下，那我先把这个清掉啊。嘣！完蛋！离开管制区。瞧，到底在哪里啊？哦，在里面呢、欸。我一直以为在外面，就是在里面呢、啊。哎、欸，不对啊，他不在里面，他在外面。那为什么刚一直都？对啊，我看到了，我大概知道在哪里啊。他在那个水管的中间。刚这样完全没看到。顺便解解成就。哎、欸，为什么没有？嗨！这样最快。哎、欸，你好像也是圣殿骑士，对不对？再见。我刚刚拿来补弹药，谢谢哦。像华南客区应该就结束了、哦。这个是贝斯，这种蓝贝斯区，哎，蓝贝斯区我还有个记忆没有开启，不知道是谁的没有开启，是这个吗？哦，是马克思的吧？这还有一个酒瓶跟，哇，那就我没有想象中那么快。其实还有不少东西呢，华南客区还有不少东西，支线的小细节没有处理。是没有要挟持的啦，这一次。那挟持货物赚的又不多又麻烦。
众舆论。其实不得不说，马克思虽然在从后世来看他的共产理论是有问题，但在当下来看，认为是一个保护劳工的，保护劳工的思想啊。Without attracting any attention. Wunderbar. Thank you. I must prepare, but I will see you inside shortly. Ladies and gentlemen, do not come out. 僵尸瑕疵啊，不然呢？我不知道瑕疵他吗？哦，太近了。那个不知道会不会怎样哎、欸，那警察一看到尸体，我刚应该是瑕疵太近了啦，我没有隐匿在人群里面，所以那个瑕疵太近了。哪里有藏匿处啊？这边都有警察哎、欸，所以这边不太行。警察其实不太好处理。嗯，都警察其实不太好处理呢。观察一下。
按巡逻路线。哇！你现在踩过两个人的尸体，让你当没事啊，这位警官。好哦，那看来我也不用太客气喽。是不是失败？对，我失败了。好，没关系，等等警官会离开。我只是要确认一件事，就是，对，我把它丢到水里算不算藏匿处？其实我想确认的是这个，可可。这两个这么近是有点麻烦呢、欸。对啊，这两个这么近，不被状况。太多人了，嗯，没事没事，什么都不会发生哦。我跟这个兄弟有债务问题，我们要好好调笑。来来，兄弟，我们到后面来。警官您好，您好，您好。就丢着就好了，是你啦！你不觉得你的队友都不见了吗？啊，我们这边是专门债务处理公司哦，他们处理你的人情债之类的、哦。来来，我们到后面聊聊。那我们处理不了的债务，我们就会处理有那个债务人哦。那通常来讲，我们不太喜欢处理那些债务，我们都喜欢处理人啊。
great service for the workers of London. I'm confident the reforms we seek cannot be far over the horizon. I don't suppose you'd formally join the Workers' Party? I'm not much for politics. He's not much for anything that requires deep thought. Does that mean you'll join, Comrade Evie? I'm afraid I have other responsibilities. Honorary memberships, perhaps. You don't give up, do you? We seem to have that in common. Auf Wiedersehen, my friends.其实这也不错啊，就是工党的崛起，其实证明了劳工权益的被重视，这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虽然说后续的发展其实有点相对偏激一点，是真的。OK， 这边也快完成了，剩一个酒瓶，也好很多东西哦。没，这个之后再来处理。那我们。数字课这个之后再来一起，我们先，哎呦，我们该把伦敦解放了啊！看看这个样子，伦敦该是我们的了。来前往伦敦啊！我们从上从下夹击伦敦啊，从白教堂跟我们的南华课开始对伦敦进行渗透。是不是又念错了？华南科对不对？念完之后才发现，好像念错了。不能飞索，那就跳吧。这样比较快。C 是查尔斯·狄更斯，所以我在附近我还有狄更斯的任务没过完嘛。哎呦呦呦！撞到烟囱，真是脚也不会缩一下。这应该顺势踩上来不是吗？下
杀死首领不被发现应该不算难吧？以过去的记忆而言，以过去的经验而言，不是记忆。哎，啊，不是啊，我不要。对啊。15少算到一个人。15少算到一个人，少看到一个，还以为自己躲得很好，我们就。怎么旁边还有一个啊？OK， 就解决一区了。我们成功孤立了这边的圣殿骑士哦，接下来就是开始往他们进发，压缩他们的生存空间。应该要多体验一下这一代它独特的那个帮派系统，就透过帮派成员去扰乱啊、战斗这样，就还要训练帮派成员，好麻烦。一个非常爱嫌麻烦的人哦，不好意思。这一侧没有错。越过伦敦火车站，这一间，哎，
车站站内啊？对啊，不是哎，没有，不在车站站内，哦，在上面。我以为在车站站内呢，就不是，而是比较高的一个区域，应该是可以跳信仰之钥的地方。洞，好高哦！天啊，这个位置。算了。我们要直接捅他去啊！算了。两个就这样看着自己队友被打，夸张。一二，都在里面。好，警钟在下面，处理警钟。等一下，我们换个人。前期这码子事我们交给伊伟来处理。啊，技能可以点了，点一点。好像不应该点这个。点这个抢先攻击，四点。这个还不错，减少被防御的可能性。八等了，五平安，八等。可以换吗？哦，我现在已经是八等的装了。护手，这都没拿到，很夸张。有一个新披风可以用，这是什么？杀手蕾丝哦，轻薄哦。哇，哎，八等的也都没有，尴尬。这个是觉得太强了，爱丽丝。我的话应该超市的这个。Oh good.在外面。
该要再下来。正面拿刀对着你都没反应，很夸张。不过这就是跟 SAO 那个同人里面讲的一样，少年神拳同人讲，这就是 NNORPG 啊，只要等级够高，点数点的够高，很多夸张的动作你都做得出来。但虽然说我这不是 NNO， 但是因为我的那个潜行点的算很高哦，所以我完全察觉不到我的存在，这样也是另类的。点数点太高了。上去找他，然后你突然转身，你要走下来，吓死我了！那小孩都若无其事呢，走走走。哎呀，下面那个忘记，算了，没关系。往下说再说。怎么会是往这个方向走呢？孩子，走吧。对，小姐。哇，那个很吵呢，那几个。离开吧，离开了。这个真的是算是简单的。今天的最后一个，我们再来杀个圣殿骑士吧。哇，有点累耶，天哪！今天虽然都是解小支线，但是其实这样玩玩还是会累啊。
机跨去了、欸。好吧，那各位，既然他游戏跨去，我们就先解到这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这个瞬间有点吓到。那就先这样，我头一次遇到这个情形，那没关系，反正我也差不多要关了，那就先这样的，感谢各位的收看啦。在一片漆黑之中，好了，我换一下图好不好？我图可以开吗？有这个，算了，好啦，那就先这样子，在一片漆黑之中，我们结束今天的刺客教条吧。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的实况，不妨到 Twitch、YouTube、FB， 在这些地方帮我按赞、订阅、分享以及追随。想看更多相关的影片，也可以点旁边的小框框呢。游戏实况机，我是实况主编，我们下回再见啦。